来认识因果。当病痛、灾难来临的时候，人们恐惧、忧愁、无助，为什么呢？是因为我们四处寻医、寻药都难获解脱啊！我们这个时候求仙、求道、拜佛，难获解脱，四处寻找一个解脱的办法，就是因为我们不懂得如何解脱啊。想通过拜佛啊，祈求愿人间能出现奇迹，愿病苦的人能得解脱，愿死亡线上的人能回到我们的身边。尽管我们做了千般的努力，都徒劳无功，不能解决人间的生老病死。当我们住了佛子、住了法藏的时候，我们才真的获得了佛的出世间大法，懂得了宇宙人生的真相啊，知道了生老病死的起源。所以说在佛法之中有无穷的智慧，是我们凡夫永远都寻觅不到的。但是在修行的时候呢，人们比较偏激啊，修的都是相声的，求的都是功德，有的都是人天的福报，没入到法藏，没获得真的智慧，不知道如何去解脱。也就是说，当我们信佛的一念，第一求解脱啊，身先自在，身不自在，心不清净，心不清净没法清净，离苦都不会了，就不用谈成就了啊。所以说我们第一个目的就是先离苦啊，先离苦怎么办？得懂因果。哎，不懂因果你就没法离苦，你就是枉修。多少修行的佛子忽略这个因果啊，不能认真地去解悟佛法，不知道灾难的来龙去脉，不知道如何去消减。所以我们说要讲因果啊，从血淋淋的事实让人们认识果报的严重，也就是说用佛的话说，知果才能乐法。我们不知道果报啊，不知道苦难，我们就对佛法理解的不够，领悟的不透。所以说告诉人们，任何一个修行的佛子，你必须得入法藏。但是你光入法藏是不够的啊，因果是一个大的前提。世尊释迦牟尼佛49年的法讲了因果的大法，也就是说我们起心动念无不是因，无不是果，无不是罪，无不是恶。我们不能研究这个大法，我们就没法修行，如何离苦都不知道。所以我们告诉大家，因果之中展示了佛的真理啊，因果之中展示了宇宙人生的真相。不借鉴在因果里，你永远得到佛的真法，你悟不得。不是我们念念佛、磕磕头啊、烧烧香啊、跪下祈求一下，或者是建建塔、造造庙啊、找几个人念念经、做做亡灵的超法，不是的啊，这只是我们学佛中的一部分呐。如果都这么做，不能解决众生觉悟的问题。众生觉悟多重要啊！你不能觉悟，你就造业呀、啊。哎，造业就轮回呀、啊，多简单。但是我们这样修行的非常少，啊，所以说对因果，有些人也不是很认可，啊，很陌生的。说真的，像我们讲因果，有些就是说，不就讲因果吗？我听你拿着用，会呢。实际上我们也挺着急，告诉你不会呀、啊。哎，宇宙人生的真理就在因果里呢，每一个起心动念，哪儿对哪儿错呀？不知道啊。早上我去了，继续说，我知道了，初恶不作，众善奉行，这只是语言上的说呀。到底怎么众善奉行？到底怎么初恶不作？不知道。说真的，因为一善一恶啊，一憎一爱，导致了轮回。这些都需要我们去解悟的，没有那么简单。说念念佛，念念佛好不好？好啊，入门的法啊，也就是说诸位法师
及这个佛菩萨呀、啊，用种种的善巧方便，让人们入法藏啊，信佛呀，啊，讲三乘的法门。当我们进来修行的佛子，我们就往因果里进，因为学习因果、认识因果、懂得因果，这个时候我们才有了一个真正的法来辅助我们的人生路。不然的话，没有走得好的。我们凡夫的智慧永远越不过这条贪婪的烦恼河。说真的，没有几个能的。无始劫熏习的贪婪本性，如果不在血淋淋的事实面前，我们都难以认可。每个人都是这样，说归说，做归做。我们有多少的佛子啊，不断贪婪啊，什么不消除妄念？比如说我断了，我天天念佛，嘴念心念不念呢？你做的那些事儿，无比的颠倒啊，思维的颠倒，什么发心的罪恶，自己一代一代的知道。所以说，借鉴因果是一个大法，是我们每一个修行的佛子必经的路啊！不懂因果，你寸步难行啊，没法修行。咱们认识因果啊，讲这么多，告诉人们，起心动念，甭拿佛拔凉自己。任何一个闻得法的佛子，既不称作是凡夫啊，都是佛的声闻弟子。声闻弟子的时候就不可入凡俗啊，每一个起心动念都拿佛拔凉自己，我做的是否对，是否如佛说，包括你的起心动念、你的发心都这样啊。我们回头讲道德内容，也就是说随着人类不断的发展，包括经济政策的改革，人们有了对金钱与物质的追求，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无比强烈的金钱欲念啊，每一个人都有一个非常强烈的发财的梦啊。在我们未闻法的时候，包括我也是这样，做买卖挣钱都是的啊。那么并不懂得因果的道理，每个人都是这么走出来的。脑海里都是一个字儿，钱呀、啊！因为这个钱，让人们造无边的业；因为这个钱，人们不择手段；也因为这个钱，人们触犯了法律；也因为这个钱，人们沦丧了道德；也因为这个钱，人们出卖了佛法呀！哎，真的。人们不分析的时候，你当然不记得，你看不见人们是怎么造业的，造了无边的业还不知道呢。在未闻法的时候，人们是这么看的啊。咱们一会儿再讲闻了法的佛子，他们是怎么造业的。那么当有了钱的欲念的时候啊，人们都以种种的手段想来获取人们想要的金钱，这个时候就开始造业了啊。看一看他们怎么造。第一，我们讲贪，这个贪的范围也非常大啊。那么贪污的啊，行贿的、受贿的，偷税漏税的，什么逼缝的，不该你赚的钱的，用佛的话说，一律在贪的范围啊，贪的范围特别大。我们为什么不出轮回？我们为什么千般的病故都是贪造的业啊？一念的贪心起，万丈业门就开呀。但是没闻法的时候，人们贪的不以为然，不知道自己是错的啊。当有了千般苦难的时候，人们也没意识到是果报而来的啊，认识不到这一点。咱们讲最贪的，从大的贪上讲，要说掌权的领导吧，哎，什么执法的官呢，利用你的职权啊，开始了贪污受贿。其实人们不能理解，在没入佛法的时候，总认为说我有这个机会，我有这种福报，确实是有。因为你能做了一个什么当官的椅子，当然是福报。无始劫修了你手中的权利啊，
你拥有吧，但是这个权利并不归你个人所有，你用的如理如法你功德无量，你用的什么贪造业啊，这个就悲大因果了，人们不太介意。所以我们说掌权的领导啊，执法的官啊，珍惜你手中的权利，不可以滥用职权。咱们现在就讲官司这一块，执法的人啊，那么不好好执法，多少个官司都是金钱来的，这个人们都知道，不打官司吧你打不起呀，是不是？真是这样，造业呀。但是人们不这么认为，当你有了法的时候，我们再拿这把尺量自己，也就是说反观自己，关照自己的时候，拿五戒十善的那把来衡量我们，看一看我们造了多少业。那么有了这么多贪的现象啊，咱们再讲受贿的掌权的领导，如果你是一个怎么说执行政见领导啊，如理如法来运用你的权利，你就不会造业，因为这个权利的拥有不是你一个人的啊，是你无始劫修的，是党和人民给你的。如理如法的做每一件事，别人怎么给你送礼呢？是不是当年不会的，明明这件事该好好办，哎，他也不好好办，干啥卡着你啊，非得要你送点啥然后他才办，这就是领导不知道他这个业怎么造的。哎，他们贪的时候我们觉得挺欢喜的，哎，人家真有权，家里日子过得特别好，他得果的时候我们并不知道，因为得果的时候人们都把丑陋的东西掩盖起来，这是人的本性啊，一个贪婪本性的显现，把好的东西宣扬出去，把不好的东西藏起来。所以我们不知道得报的人他们能造什么样的业，尤其是我们道场活生生现身一桌，告诉人们怎么造业的，触犯了什么样的出世间法而得的报啊，这就足以教化我这些贪婪的迷惑的颠倒的众生，让人们去结果，认识因果啊，啊，不是假的。多少个造业的众生，他们得无边的果报，最后求医求药都不能的时候，人们开始迈到佛门里啊，开始拜倒在佛脚下，没有人能理解为什么佛不慈悲呢？这是个问题啊！多少人这么想，我进到佛门就应该好，其实你没有，是因为你造业在先呀，你信佛在后啊。佛不能阻止你所造的业力，所以你拜倒在佛脚下美好啊，因为这样也断了多少人的慧命，也就是说我们弘法的弟子没有真正的传扬出佛的大法，没有解悟到宇宙人生的真理，人们不知道，人们就以为信佛就好了，拜倒在佛脚下我就能得了，都是这么想的。哎，所以你没解脱，而且又断你慧命，都是因为我们法宣扬的有问题。实际上佛法就是应该宣扬因果的，因为众生从无始劫来都是见相中长大的啊，佛法呢是心地法门，看不见摸不见，光凭一个说呀难以置信，难怪有人说信佛的人都迷信啊，你们都颠倒，你们就整个没影儿的事儿，那哪有影儿啊？你说我们再不拿出信誓因果来，你说这众生可就迷茫到家了，没有别的办法，不知道谁说的对谁说的错，不知道哪一条路让我真正的去解脱，找不到了，迷茫了。这时候因果显得尤为重要，如果天下人都做了佛子，个个都这么觉悟，不是自己的给都不要，万物皆空啊，都懂这个道理，这人间怎么会有灾难呢？哎，不到要等着有灾难的时候，果报现前的时候，我们才想起来佛呀。说真的，佛法就这么流通的，那些有知识的年轻人，那些正在饱读诗书的孩子们哪儿去了？怎么不信佛？等你们造了无边的业力，得了无边的果报的时候，像我们这个年龄的时候已经五六十六七十岁了，
背着一身的业债，我们求医求药都不行的时候，我们才栽得歪歪的，栽到佛门里来的。说真的，这个佛法在世间弘扬的真的很可怜，没有弘扬起来。为什么不能像我们学校的教育孩子一样，家喻户晓，人人皆知啊？如果是这样，人们少多少灾难，多少个病苦啊，都是因果啊！告诉人们信佛法，懂因果，不造啊！什么能让人成就啊？不造啊！我们很少有人知道这个，有很多修行的人就是念经拜佛啊，诵多少部经，其实这个只能作为我们修行的一种储备资粮，不能让我们得到一个究竟与圆满。哎，谁让我们沦为果啊？没果就自然的成就啊，多简单！我们就是解悟方法的时候太少，参不透这个法，修的都是一层啊表象上的东西。为什么说佛智无边呢？佛的大法，佛的智慧，我们很少能借鉴过来，所以我们就迷茫啊，就颠倒了，就造业了，真有造出来了啊！话说来说，咱们现在讲忏悔这个阶段，贪了怎么办？第一，贪过的人你忏悔吧，哎，知道错了，没闻法的时候不知道这些钱都是有罪的，凡夫嘛，啊，一个贪婪心。那么现在闻法了以后知道这个是错的，光知道错不行，怎么办呢？你是不是得把贪的钱拿上去啊？说拿到哪儿啊？拿到灾区，可以捐给这些读不起书的孩子们，捐给贫穷的地区，给他们花呀，不是你的钱。这个在佛法中为道啊，哎，在佛讲道的时候，他说了一文一利，皆须偿还。你说你嘴颤了，东西还不拿出来，你的业障是不能消减的。哎，我们现在就说，知道错了怎么办？马上就改。佛说了，有两种人难能可贵，犹如昙花一现。第一种人，只善不恶的人；第二种人，造恶既能忏悔，永不复造的人呐、啊。这两种人难能可贵。我们今天获得法也行啊，只要我们设身一念的不念，我们都能消减这业障。只是我们认没认识到，去不去做，这颗心觉悟不觉悟？问题在这儿呢。哎，有多少贪的人过去当官，但是他们现在并不信佛，那没办法。那你不信佛，不来消减这业障，那你贪婪了，你不得下去干啥呀？话说回来，监狱因谁而有啊？因造业的人而有啊。如果人人都不造业，监狱就没有用了。地狱也是一样，地狱因谁而有啊？因罪业而显现的地狱是这样的。极乐世界咋有的？你因有大修行的人修无边的那个功德而显现的西方的净土，就是这个道理。所以我们一定获得法的佛子，必须得懂这个忏悔消减，别不舍得吐。说真的，多少人过去在贪的时候，包括有权的领导们，私分赃款的，设黑金库的，啊，吃喝嫖赌全报销的，皆是贪的范围。造不造业？为什么说难除轮回？啊，给了你权力，你挥霍，你造业，最后背了一身的锅。但是信了佛的时候可以改变，那不是说你信佛的业障消失了，不对呀。依佛说的修行，如理如法的来消减你的业障，你的业障才消减啊。那你跪着佛前，你造业就飞走了，那咱们都跪佛前，是不是天底就没有不信佛的？不能阻止的，就是业力。也就是说，佛说一个自动流转的业因果报，没有人打得起，佛也是一样。但是佛挡不起，佛会讲，佛会告诉人们如何的不造，才没有造了怎么办，告诉你如何的消减，这个就是佛法。我们入到法藏里来，我们长了真的智慧啊，吐出去来啊，能不能吐出去？有的不能啊，是不是啊？咱有的就是说，哎呀，我都花满意了。话说过来，你想不想出轮回？你想不想消减这业障？难得的人生呐，难闻的佛法，
花没了，不是你的，你花没有罪，你知不知道？有很多人就说没有啊，现在没有，你是不想拿？说真的，你看你是怎么看的？您说了吗？天堂地狱让你选呐、啊，哎，你选金钱，金钱就是地狱，能不知道？哎，不是好事啊！我们一定要认真来看这个钱，这个钱是干什么的？咱们先分析一下钱吧，好不好？然后咱们看看这个钱，然后咱们再讲果报，你是否能认识？说金钱是每一个众生赖以生存的根本，没有钱，我们寸步难行啊！因为有了色身的出现，我们就需要衣食住行，缺一不可。当有了衣食住行的时候，我们就需要金钱了。没有钱，我们房屋水费电费每天的一切的一切都需要钱来开销，没有钱的确是不行的。这个时候有了钱的需求，我们就有了钱的欲念，我们开始挣钱。挣来这个钱的时候，人们就忘了如法不如法的四个字了。哎，别管咋挣的，这个钱反正我挣的就行，就是造无边业了。开始那么有钱的人造业，没钱的人想挣钱，挣来的钱还造业。你说这个钱没有还不行，有了还造业，你说这人活得多辛苦啊。我们为什么要讲因果？就是要给人们认识种种的业因果报，知道身的苦难，我们再不要这身了。但是你不知道因果的时候，你就难以断除这个熏习贪婪的本性啊，难断，你就难以发出一个出离的心，一个厌离的心，你就不愿意修行，你修的都不着急呀、啊。说真的，多难得的人生啊！佛在形容人生的时候，他说：“人生的难得，如大海的盲龟直目入口。”这么讲不理解，说大海中有一根木头，木头中有一个口，一只没有眼睛的乌龟钻到这口里，你说难是不难？这么难的人生呢，我们得了可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。这佛都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语言来教导，让我们认识自我。得了这么难的人生，我们就开始了这一生造业的旅程啊！说真的，没有佛法的时候，没有一个人不造业。有的人说我学得好，我虽然不信佛，我心好，不造业，完全都不可能。说真的，我们说佛的五戒十善的大法，包罗万象，谁不造业啊？一个都没有。哎，如果有不造业的人，你今天既不是色身呀，你既是法身呀，佛菩萨才不造业，凡夫没有不造的。那么当有了这个千般苦难的身，我们就要行使这么多我们所需求的东西，金钱的、物质的、精神的享受啊，包括追求婚姻的、家庭的、事业的、儿女的、情感的、眷属的，一系列的问题，都是我们设身需要面对的，我们缺一不可，少了哪个都不行。所以你说从哪儿算能不造业呢？咱们摸进一个话题，就是造业，没有不造的。哎，你想一想，佛讲财色名食睡呀，五种贪婪，造造业，没有不造的。所以这个时候，我们就要考虑，我们索取的金钱来养活我们的色身，怎么养活，怎么生存，不为因果。这就是佛子高于世间人的优势啊！我们会观自我了，我们学会解脱了，这个就不一样了。那咱们看一看未闻法的人，他们是怎么看金钱的？我们说，为了钱，人们断送了友情，可不是吗？现在政策好了，朋友不错，合伙开始做生意、做买卖，当利不同均的时候，反不成仇。啊，要么你多，要么我少，最后一拍两散，你说是不是断送了友情啊？说人生难值的知己朋友，为了钱，为了做买卖，
啊，目光涣散，非常多这种现象。为了钱断送了友情知己啊，我们讲亲情也断送在金钱里面啊，多少劝说，现在有了好的政策可以发财，可以做买卖，然后合起做买卖，做一做还是因为力不从心，还反目成仇啊，断送亲情了。现在有一种传销专门骗亲戚，亲戚骗亲戚，朋友骗朋友，看没看见？因为钱人们就开始造无边的业呀，不知道想什么样的办法能获取我想要的金钱。友情是这么断的，亲情也是断在钱上的。说我们无始劫修的亲缘实在不容易啊，茫茫的人海，我们是父母，我们是夫妻，我们是儿女，我们是眷属，我们是朋友，无始劫修来的。为了钱呢，人们通通都拜过了。说真的，这是一个榜样。咱还讲，为了钱，人们触犯了法律，这个就要讲掌权的、当官的。当你贪大的时候，行贿受贿的时候，人们说出世间法了。世间法第一件事就是制裁你，你有多少金钱不是你的，不是好棒来的，肯定不让你好棒，进监狱了，得病了，有果报了，这个钱有没有用？说为了钱人们触犯了法律，不值得吧。说你有万贯的金财，最后到监狱判死刑的呢，你蹲都没给你机会，还有的是这种人呢，不值得啊。咱再往前讲，为了钱人们开始沦丧了道德了。哎，这个问题更严重，有多少人杀人的、抢劫的、贩毒的、诈骗的、什么倒卖人口的、卖假货的、作假的、各种什么肉类都注水的、假烟假酒，只要真的一除，假的就来了，造不造业呀？这不是还是一个字儿钱吗？如果没有这万恶的钱，人们造恶干什么呀？得再往前推，还是身万恶。要没有这身，我要这钱干啥呀？是不是？在佛入大乘法的时候就讲啥了？断淫的吧，干啥？断了淫的欲念，也就是说断了一个苦的根本。没有了淫的欲念，就没有生命的生成，没有了生命的生成，我们就没有了苦的根本。我们就是修这个的，所以我们修行的佛子啊，必须得往这上修。你不认识就不行了。不信佛的人，他没有这么好的机缘，他不相信，他不知道出世间的大法真理啊，就是在苦难中不断的循环啊，一代一代的繁衍子孙啊，一节一节的在沉沦，就是因为他们没懂。所以我们懂了，好好珍惜我们的身啊，珍惜我们的生命来修行自己。多少沦丧道德的人，他们都是这么做的啊，为了挣钱，有太多的金钱都是罪恶的。所以我们说，看一看人间有多少钱财是捷径的呀，有多少人没有果报啊。咱们讲说做生意的人啊，这些人怎么造业？你能有一份买卖，无论大小，都是你无始劫修功累德而有的福报。今天你做了一份买卖，但是干啥呢？不好好做，咱别说掺假这件事，咱先放下。第一件事，偷税漏税呀，十分的严重。要么大偷，要么小偷，要么小漏，要么大漏啊！话还说回来，你没做佛子的时候，你真的不懂，你造业了。知道我偷税漏税，但是并不知道问题的严重。所以说，你也有病苦，我也有病苦，为什么呀？你得看我，我看你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哎，等你进到佛法里再量的时候，告诉你为什么呀？国家收缴了税款。咱们今天讲一讲税法问题啊，有一节课讲的不是很仔细。
这个税款是国家收缴的，在国家的立法之内，也就是说作为凡夫第一件事我们要遵守世界法，如理如法的做一个合理的公民呢，得这么说。你说缴纳税款是每一个经营者必须执的法，如果你偷税漏税，触犯的既是国法，大家不认识啊？因为这个税款上缴到国库之中，要在众生中派无穷的用场啊。第一，我们讲国防的、部队的、高科技的啊，包括我们国家的各个阶层的管理人员、公务人员，都要以这个上缴的国库税款来养活他们呐，这是真的。当国家有了大型灾难的时候，国库要拨款了，救济他们了，救灾呀。就像那年非典来的时候，那国家都拨多少钱来救济这些个苦难众生？虽然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提高，但是也增长了人们无比的贪心，把钱都变相流通在个人的腰包里。国家为了收缴税款呢，要想出种种的办法，兑奖、发个票，一次次的更新换代呀，防止人们偷税漏税呀。但是啊，防不胜防啊，以种种办法去来漏这个税款。其实你不知道这个税款的漏缴背大的因果。你像国际型的灾难，都是在国库中博去的这个款，因为你的一分钱税款可能要起到救助全人类的贡献，都不知道啊，还偷呢，还漏呢，多自豪啊！你能缴税款，好好珍惜我们的每一分福报，该我们做什么，我们做什么，如理如法呀。如果全国的人都漏缴税款，我们想想，这个世界是不是乱了？我们就没有这么好的时间做着修行，那就得弱肉强食了。是不是外来的侵略，种种现象都会出现？就是我们没意识到税款的严重，人们开始偷税漏税。有的人说我没坑蒙没拐骗的，也不诈骗的，也不杀生，也不造业的，但是就不知道你的因果出在哪儿了，怎么搞的呀？哎，在每一个环节来关照你自己，像咱们说五戒十善的大法，关自己啊。看一看谁做的，偷税漏税的问题真的这么严重吗？那么多少人都要因这个税款而生存，你这一漏不要紧，背的因果就是无穷无尽，今世的福报人生也没有，来世也不一定再有，因为什么？造业了，欠了，要去偿还别人了，这个就是不懂。也有的就是说，我过去做生意，但是现在不做，我漏税怎么办？你赶紧的拿出去吧，是真的。我们真想出离的佛子啊，我们认识苦难世界的人，你一定要信我的啊！就是因为我们这个贪婪心，才导致我们无时间的轮回，吐出去了。你漏多少？其实税款没多少，说真的，因为你买卖大，挣得多，当然缴得多了，税款也没多少，才10%，多微薄的税款，对每一个经商者来说都不是负担。如果你都不缴的时候，对国家来说这就是一个负债累累了，这包袱就大了。所以说我们能缴一分钱的税款，我们都是慈悲国家、慈悲众生啊，慈悲什么全人类的众生。不知道啥时候这个钱就需要，国库就要动它呀。包括我们一些大型的水利、电力、铁路啊，高科技的一些设施，都是国库里拨出来的款，我们知不知道？知道。哎，如果你能这么想，你就不会再漏这个税款，你就不会再背这种因果，你修的就是福报。说真的，你能缴税款，就叫修功累德。啊，站在我们中间，就让我们选。我们得会呀，你不会显一念的善，一念的恶，我们就栽位了啊！这就是凡与圣的差别。有了佛法的时候，人们就不一样，会了。那么，
咱从看一看哪一个环节不造业呢？咱们看呀，我认识一个年轻人，大学生，啊，在企业做营销的工作。后来我说，这孩子，你将来要背无穷的锅包，就想挣钱。其实领导聘他的时候已经给他开了1000多块钱，他总嫌这钱太少，哎，出去做业务的时候上里头去逼缝去。可能这都是我们年轻人常干的，也是我们常做的事儿。错了，哎，如理如法的挣满1分钱，因为领导已经给了你一份生存的工资，也就是说你的付出已经是一个有偿的服务，你就不该挣这笔昧金的钱。话还说回来，一旦领导要知道你在外边额外的逼缝，你说他会不会纵容你呢？你说你是不是自乱财路吗？是不是？如果你是一个如理如法挣钱的人，你很有能力去做，领导可能会纵容你，会启用你，会让你当领导，会锻炼你，给了你一个生存的机会。年轻人不能把握，哎，就想这个，这挣的太少了，这也不够花呀，钱有多少都不够啊。说真的，哎，因为人们在不断追求一个更高层次的享受的，像穿似的，哎，越好的越漂亮的，一代一代的，一茬一茬的，有多少钱都不够用，吃都是这样的，财色名食色，不要考虑我是否够用，要考虑我是否为因果。为什么我们说法给年轻人十分的重要？你还没开始造业呢，你就已经造了。得像我们几十岁的时候怎么办呢？造业大了，得果了，求谁都不行了，最后进佛门里看看行不行吧，都是这么进来的。就说但愿正法的弘扬，能让年轻人没造恶的时候就获得佛法，不造，还不造才没有啊。不是造了以后再想办法，也就是说不造即是上策啊，了业即是下策呀，啊，我们造业的人我们就选择下策啊，没造业的人我们选择上策，学会不造啊，这完全不一样的。打这个比方，你进监狱的时候你想办法要出来，四处的找人运作，出监狱何必呢？这已经是果了，啊，那么这个果一定你是触犯了世间的法，造了这个因才有的果。如果想不这个进这监狱，我先不造这因行不行？我研究这个，这个就是佛法高于世间法，懂因果，啊，先去看因呐，想果再做呀。我们凡夫没有这个习惯啊，别管咋回事，做完再说。没受过这么高层的教育，说真的不能悟得这么大的法，所以我们才开始造业的。那么现在有了这个法，我们就衡量自己啊，一点一点的来查我哪里错了，我贪了多少，我怎么来消减。要说你贪了，现在贪了，我知道错了，那我就不贪了呗，这个必然的断恶呀，啊，能不能断呢？有的人不会断恶，说我这边贪了，下次见了钱他还琢磨是个事儿。咱们道场以前有个居士啊，他丈夫是开车的，总是拿着单位的这个账户在洗衣服啊，家里的衣服什么衣服什么沾光了都拿去洗。后来我就说你不对，因为你没闻佛法的时候你贪婪，现在你一念做了佛子断恶。说啥？哎呀，这是我丈夫整的，慢慢再说吧，看看呀，造恶了还慢慢再说呢，多不觉悟啊，不能啊。说真的，我们信了佛的佛子，像佛说的，丝毫不爽的业因果报都是你的。这个时候因果又在增长翻倍了，因为以前你不知者造恶，那你50大板，现在知法犯法150大板，值不值得果报的厉害呀？不一样啊，我们佛门人修行的佛子犯错误罚你就是150，没商量。有的人不能理解啊，那我信佛了，你信佛不造业才叫真信佛呀，你信佛了还造业，那罚你很严重的。那多少受菩萨戒的菩萨呢，比戒攀戒，咱讲远一点了，
已经罕见。受完了这个大戒以后开始造业了。最后德国人说不服气呀、啊、不平衡，我都送菩萨戒了，你行不行的菩萨道你知不知道，你没行，受菩萨戒就是菩萨呀、啊、能吗？行菩萨道即是菩萨呀、啊、最后德国小脸却黑，我们见过那个不少那种受菩萨戒的菩萨吗？没懂，你不知道什么叫不造啊，不是你信佛就不造了，你得懂了才叫不造。不少人也这么修的，不知道啊，闭眼造呢。德国的时候还说为什么，你说为什么，我们道场有些会修行的现在都知道自己造什么业了，一个是会观以前了，一个是会看现在了。当一个果报来的时候就想，哎呀，我哪件事错了，起心动念五件十样没出来这范围，找家说你有病就找家，我们告诉你教你做仙儿啊，你别找那仙儿啊。对吧，你找仙儿你造的业，你找佛都不好使啊，你说仙儿能好使吗？不好使啊，人们参不透这个法的时候就是个迷茫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嘿，造业的人他们是怎么造的啊。这个贪的虚幻这一块的自己去折五千，你不到你就背着无始劫来偿还这个债呀，你就出不去呀。 啊我们还有这么修行的佛子，贪了几十万然后上寺庙去捐款去，捐了三万两万不离苦，说我咋还不离苦啊，师父说你咋还不离苦呢，你贪多少你这，哎呀，我上寺庙做功德啊，一万一万的做啊。师父说没功德，为什么呀，你贪的脏法还没吐出去呢，哪有功德呀。如梦方醒，看看呀，这就是我们修行的佛子不懂不懂，盲修的盲练呐、啊，还不知道呢。你业障还没消减呢，你就求功德去呀，看看呀，还差什么说千里之遥呢，先学会了业啊，学会不造然后才有功德呀，是这样生长的功德。多少这么修行的人不能懂这个道理，像现在病苦的人吧、啊、拿钱到寺庙捐款建塔造庙或解脱，一个也没解脱。这时候人不理解，没有佛的佛菩萨不慈悲呀、啊、我都花这么多钱我怎么不解脱，什么道理啊，咱们往里学呀、啊、菩萨们。所有的金钱能增长你的功德福报，不能阻止业力，告诉你为什么找不到答案是不是。哎，咱们今天告诉大家，因为功过互不相抵，不是因为你做多少功德你的业障才消减的，不是这样的。你说我们道场有多少个活生生信之因果，告诉你如理如法的忏悔，你生什么样的忏悔心，然后才消减业障，你才离苦。哎，你修持佛的五戒十善的大法，你才不造业，你才成就，是这样的。但是人们不是很认识，不理解为什么，多少个为什么我们都找不到答案。所以我们说这时候传法的人背因果的啊，有的人说我也会讲，欢迎去什么讲法，但是别背因果，你不知道这个法怎么讲，你以盲导盲，还多少个颠倒的现象让众生出迷又入迷了，人们不能理解了。那么从贪的这一块说啊，我们讲得远一些，看一看啊，多少个环节谁能不造业呢？你说我们从财色名食身上来说都是造业的，没有一点不是造的。那么咱们再回来讲捷径的钱财到底有多少。第一，说我没偷税漏税啊，我在企业如理如法的挣钱。那么你生存的这个企业造不造业呢？是不是杀生呢？我们前一阵见了一个菩萨，受菩萨戒的居士，病苦缠身啊，修多少年了，好像是二十多年净土宿，就是病苦缠身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后来问师父，师父说你知道吗，他所从事的行业是带有杀业的，屠宰场的。看看呀、啊、
个时候，作为佛子修行20多年，不能消减他的业障，多悲哀呀！说真的，如果不是信佛的人，我们不知道这个业障怎么消减。现在我们信佛了，我们要知道如何运用佛法这个宝贝来消减我这个业障。没会呀，修行20多年，病苦缠身，现在就觉得好像有点要起不来了，这么严重了，找不到答案。问师父为什么，师父说你知道吗？他能从事这份工作，这就是无始劫业因果报的形成，可不是吗？杀生啊，能用杀生的钱来养活你的生命，你说这不是果报是什么呀？这个舍身已经很苦难了，我们又造杀业，又增加我们的业障啊，又增加我们的病果，自然是因果。但是他没会，那怎么办呢？师父说，像这件事儿怎么消减？大家注意听，看一看我们谁做了这项工作，或者是我们所杀的生。师父说，你得跪在佛前，至诚心的忏悔。他说我忏啥呀，这杀业也不是我杀的，我从事的这个工作呀，那单位杀业跟我也没关系。师父说不对，你无始劫业力的感召，你挣的这个杀业的钱有罪呀。话说回来，假如说一头牛杀了，一头牛杀了，它既是生命啊，所卖的牛钱，这个钱是不是有罪的呢？你用这个钱来养活了舍身，有罪没罪呢？哎，咱们推论啊，佛法是需要学习的。推论到这儿以后，他说可也试试吧，可我没想做。你没想做，你命中注定你没得选择呀，就选择了一下让你造业的工作啊，增加你的业力。那么你今天做了佛子，为什么不会利用这佛法？他怎么用啊？师父，师父教你怎么用。跪在佛前忏悔，忏悔我这业上的身呐、啊！哎，这是我无始劫造业而得了这么业报的身，又从事了这份继续杀生造业的工作啊，导致了我千般的病果。现在我要生无比的忏悔，啊，生惭愧心，为我这个舍身忏悔吧，为我所挣的这个带有罪业的钱去忏悔，来消解这个业障。也愿所有的生灵不与我结怨，能运用佛法来消解这个业障。啊，这时候怎么办？你念经啊，哎，这么消解，你这个忏悔心不生，你这个念不转，你的业障无法消遣，因为你不知业身的果报，啊，不知杀钱来的是有罪的，所以你消遣不了。这个老修行受的菩萨戒20多年，你说他能少忏悔的吗？我估计可能都这样了，往昔所造诸恶业，皆因无耻贪嗔痴，都这样的，所以没消遣呀。啊，20几年的菩萨，80多岁都快往生了，还不知道往哪儿生呢？无盲修嘛，是不是？善知识多重要啊！因为我们远离了活佛，我们再不求善知识，茫然呐、啊，不行啊！啊，这时候师父告诉他，生这个无比的忏悔心，转这个出离的念，出什么离呀、啊？说呀，这个舍身这么千般的苦难，我再也不想要啊！我想往生极乐世界啊，我想断这恶缘，断恶缘呐、啊，跟冤亲债主商量。说完以后，生无比的忏悔，然后怎么办？送两部经，告诉大家这个业障啊，送两部经，一部《金刚经》，一部《童子陀罗尼经》啊，业障重的你要多送啊，还有。一个大家非常不注意的问题，就是说我不当官，我不贪，但是呢我丈夫当官，我丈夫贪，跟我没关系，这个不行。告诉大家，因为一个不洁净的钱财养活了你，你有罪啊。说我丈夫不信咋整？那你直接往外倒啊，你别同累同堕呀。说真的，说为什么这么多人都在缠轮呢？就是因为互相都在待业，啊，不知道我错在哪儿啊，忏悔都难消解呢。
所以说愿真修的佛子真解脱真成就，必须从根本出发呀。哎，有的就是说我也没打，我也没贪，你没贪你在乎贪不贪？哎，贪的钱你花是没花？想拿到啊，说真的，有的其实有一天问说，张老师，他到了钱都昨晚上赔了，那怎么算？那就地狱等着你呗。那怎么算？你说，他说那我要修行呢，修行行。啊，说你修行生无比的忏悔来修炼这个呀，这样行。这时候你贪完了还不倒出来，完你又不学佛，你又不消解业障，那就是地狱。哪个家里头有脏钱，包括说儿女我赚了脏钱给你，你也背因果，只要花就有因果。为什么说同为同过？佛总是要用这个词语来教化众生呢，就是告诉人们不互相去带业，哎，保住一个洁净的钱财来养活我们的舍身，是这样的 啊这种现象儿女有没有？我们都告诉儿女不要再挣这个钱了，我们花了多少不如法的钱，赶紧往外倒，我们都倒过去了，是不是呢？有多少倒多少，这都贪了，都造业来了。因为没有法的时候嘛，一个无比贪婪的心啊，怎么说，每个人向往的都是那一个字儿钱呐、啊，没有办法，你就这么着。闻到法的时候才懂得万物皆空，因果不可的道理啊。这个时候你说是不是都造完了？为什么告诉孩子嘛，学佛啊，你有个一个无比高的境界，你所修的都是善人护法的加倍，你的人生能不好吗？跟我们这一代人是不一样的。杀生啊，盗啊，贪啊，无一不造，你看看现在背着罪业的人在行走这条路多艰难啊，不一样啊。所以我们跟修行人讲，把你的法给你的眷属啊，给你的丈夫，给你的儿女啊，啊，给你的孙男弟女，教化他们，让他们知法知识果报都得懂得道理啊。还有我们说非法逼奉这个现象也十分的严重。哎，这个钱到了我手里的，我想什么样的办法能节流它，我就节流它。谁节呀？唱家。咱还跟大家讲这个啊，就说如果你不生忏悔心，把钱倒出去，业力不能全部消解。告诉大家，哎，它必须有个忏悔的前提，没有忏悔的前提，你消得不彻底，就说能减50%的业障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不忏这件事儿，你不知道这件事儿，生不起这个觉悟心，所以告诉你必须要忏。